刚才什么声音呀？生病了，后天怎么去看演唱会啊？我们可以偷偷溜出去啊。不会被发现吗？你偷偷溜进来，不也没被发现吗？什么声音呀？我不小心把东西撞掉了。啊，那行，小心点啊。可以吗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肚子疼。你不要找借口啊！天野，骗你的！你就是不想跟我一起穿校服看演唱会。没有。那你穿不穿？穿。再回医院一趟，票忘在哪儿了？哪心病啊？不清楚啊。票呢？等等。不会找不到了吧？二床，你上午去哪儿了？不知道未经医生允许不能随意走动吗？你有看到我枕头旁边的信封吗？没看到。你现在先去床上躺着，准备输液。护士姐姐，我们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去找医生去谈，医生同意了你才能出院。现在先准备输液。我现在去找医生。哎，我也去。哎。小秋呢？今天不是他值班吗？别提了，也不知道他今天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在卫生间捡到两张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。这不，刚刚请假和男朋友去看演唱会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每次想看演唱会都会出问题。我有办法。